碎，犹如天空的小斑点，在半空中，在你的肩膊，每晚灿烂明亮地沉默地笑，仍是每夜，仍是每段爱情。佢个尾音好开口啊！没有一颗不爱闪照，哇，好高啊！在你身边，谁会不深爱你？最爱的你，软弱无力地凝望着我，陪伴孤独，让爱过滤着每日，每日深夜，魂飘涌的清晨。能拥有亲爱的你，曾是我的心碎。每日深夜，魂飘涌的精神，仍是会回味到这份爱恋。阿偉麟，嗱，好多觀眾都未見我咁樣望住個參賽者嘅。偉麟，你介紹下自己先。大家好，我是 Alan 史偉麟，今年39歲，來自馬來西亞雪蘭俄嘅。一睇就知道打籃球嘅啦，係嘛？係啊，以前有代表過馬來西亞打呢個三人籃球賽。你而家仲打緊籃球？而家冇咯，而家退休咗咯，40歲嗰個鐵都掂唔到咗。退休咗同埋掂唔到咗。掂唔到嗰個籃啊？係啊，明啊。咁你而家做啲咩咗啊？我而家係一個駐唱樂隊主唱。你知唔知道你今日揀譚詠麟歌好大膽㗎？是，其實我揀佢嘅歌，因為我的名字是因為譚校長而改的，我爸爸幫我改的。哦，係 ，because 以前我叫偉麟，偉麟，佢就講阿倫阿倫 ，Alan 啦，咁樣叫 Alan 啦。嗯，希望好以後可以似佢咁樣識唱歌啦。都，我覺得你都識唱歌咗啊！我哋聽一聽我哋嘅評審有啲咩評語咗先。我好中意阿偉麟把聲，好靚。不過你是籃球員啦，你啲戲去到後面的時候咧，其實個 support 咧係唔係好夠嘅。雖然嗰個肺息嘅呼吸同我平時唱歌咧唔同，不過你都可以咧透過個跑步又好啊，去練咧就係你個戲咯。多謝老師。Thank you。其實咧好多人以為阿倫嘅歌好容易唱，唔係啊。但係佢一開聲，佢本身把聲個磁性好厚啊，所以你係著數嘅你唱歌。Clayton。第一就是你的低音很穩定，我經常都很強調穩定性，好像阿伍 Sir 經常強調的音準，其實這兩樣東西差不多是同一樣東西，感情和張力是缺一不可的，你那個張力是剛剛好的，那這兩樣東西已經令到我想給燈你，你留意唱廣東歌的時候，停下針不閃，這些你要留意針不閃，那你的口腔那些共鳴就會出來了。 Thank you 老師。我覺得你欠缺了一種浪漫悽美在前面那個 verse 嗰度啦，同埋呢啲拍子有陣時都怪怪地，我覺得嗰啲 phrasing 咧有陣時又急咗，有陣時即係唔係好自然啊。最重要嗰個大歌嘅 chorus 咧，我覺得你把聲嗰個唔係擺得好前，唔係好 project 出嚟，後咗少少咯，個回到深秋嗰度，所以係我不過都四燈啦，夠做啦。多謝老師，恭喜你，偉麟四盞燈。
好，下一个会合见。好，谢谢。